许达才，许达才，是你吗？沈佳宜，这是老爹给我的第二次机会吗？谢谢你让我搭便车。干嘛那么客气？我们都是老同学了，又那么久没见面。啊，对了，你刚刚是不是有喝酒？还是我们靠边停，坐计程车，我送你回去？没关系，刚刚是陪我朋友去的，我没有喝。而且我不太喜欢那个场合，太吵了，不适合我。人生是由很多选择累积而来的，再小的选择都有可能改变一生。毕业典礼马上就开始了，就你刚停了，快去，快去。照曾大力的说法，这个宇宙里的我在草丛里待了一天，回家病了半个月，从此成了不肯出门的宅男。许大才，而沈佳宜，大才正是造成一切的元凶。训咖哎，失恋了有必要这样吗？而在我记忆中的人生，好不容易鼓起勇气想告白的那一天，我跟你讲，我决定了，等会我就去告诉他，我送他这三天的早餐就是为了看他名义的项目。算了啦，兄弟，不是我要泼你冷水，他最近呢每天都来，就队队长约在花园那边，应该被拔走了。很多美好的事情呢，你越接近他，只会破坏想象而已。我们还是这样子啊，来啊，这个最实在。来，我女朋友让你选啊，今天晚上。哎呀，算了算了，不可能了。在我原来的人生里，我没有鼓起告白的勇气，而是选择默默的以早餐守护他。所以沈佳宜没让我心碎，她成为我的女神。为什么每天都是木瓜牛奶？为什么写卡片给我？这些都是你自己写的吗？那你可以念给我听吗？跟我来。